成立第一年，已经在一大学，是在成都教育大学的。因为我刚刚走过来，我觉得我很好奇，我跟我先生说，我想要知道，所以你在帮他做几天？对，你们就是那个时间，就是今天，对，我们在巡逻，哦、不开玩笑，在散步，哎，好，加油，谢谢你，要写到那边来，好，很棒，拜拜，加油啊！